Listen. Level up.但你没有自己的 style， 你在学那东西。上家。我们上个礼拜就是比了一个全台湾的那个团体 B-box 大赛，然后我们两个，你跟他是，我跟他是B-box 认识的网友，团体网友，所以刚刚介绍他是新北放街头突击团体冠军，他的团体另外一半就是你哦，对，我是他六，双对手，搞了老半天，难怪了，默契那么好，真的哎，这个要问一下哈，几位，你们刚刚忍不住鼓掌。真的傻眼傻眼傻眼，亲爱的，我爱上你了。我们那个年代只有绕口令了啊，现在有 B-box， 嘴巴厉害，太厉害了，爱上他。而且这个其实，因为其实，在我们节目中以前都有 B-box 的示范，教我们一些简单单音，但是其实他一阵子这样下来，喉咙会不会很干呐？会干会干，其实如果这边有开空调或者是放干冰的话，会干。哇塞！而且两位，我觉得其实都算是俊俏少年呐，有没有女朋友？没有，他没有交过女朋友，从来没有。跟你一样，你也没有啊。我有交一个，那幻想的不算。哎，喜欢什么样的？长头发的要不要？有哪一型你喜欢？哦，爱穿粉红色的。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就跟妖谈恋爱也是不错的。过了这个以后什么都不怕了。对，是的。好，来刘璇，那我想问一下翔毅，你在接触 B-box 之前呢，你会不会对自己比较没信心？就没什么才艺，就是人家可能也没有机会说哦，你什么很厉害，现在要不要出来秀一下之类的，就是就看你很宅啦。练到这样要几年呐？对啊，我练两年半。两年半就可以这么厉害了？强哎！所以就自己坐在书房里面一直。就是看影片，还有就是跟可能朋友，像就是小编就遇到，然后就可能一起交流之类。对，到底日新月异的，每次都要去增加什么呢？比如说新的节奏吗？还是音色？对，就是像他的话，他很厉害，他就是会把他的自己的音色放到他的节奏里面，就像他刚刚示范的那几个一样。比如说什么样的音色是？我觉得我比较擅长那个就这个叫 libro。对，这鼻子还是嘴巴，怎么这种声音？哦，就是嘴唇，就是 lip roll， 就是嘴唇在那个滚动那样。这个揪子一样。怎么弄？是。他是用嘴巴，你再弄一次。
就是吸对不对？不用不用，就可以，其实可以边回音，就应该不用不算吸，就是因为你可以边回音，你可以太难了，再来一次，嘣嘣嘣，来，不要挡到嘴巴。怎么会有这个声音？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这样？真的是才华哎！我们再次谢谢小 B， 谢谢，谢谢我们的翔毅。所以今天想问四位老师，看完了之后，觉得哪一位真的让你大开眼界 ？B-box， B-box 真的是我们年纪大不能学啊，因为学了会以为中风啊。假牙会喷，颜面神经失调。而且它确实是有一些难度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那节奏是比较，真的是比较潮的，就是它有世代的距离的话，其实很难追得上那种节奏跟音色。所以其实是每隔行如隔山，对不对？今天看到几位真的是很有才华的同学。最后呢，再请金老师告诉我们，你们步步惊校的演出时间是9月到11月，在全省的巡回，还有上海跟北京。对，9月19号到11月23号，台北的新舞台，好，新舞台，骨头剧场25周年隆重巨献，去看一下喽。好，小朋友也可以去看一下哈，看看舞台剧上面有你学不到的才华。对，好，再一次谢谢四位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